台大农业陈列馆，俗称东东馆。我们得讲一下这个张浩康是怎么离开东海大学。其实张浩康在东海大学，最后一个案子就东海大学体育馆啊、哦，原先是希望能够盖前面的篮球场兼大礼堂跟后面的游泳池。后来张浩康最后 final 的这个案子，一者可能是因为整个房子因为往下面其实挖了一个坑哈，然后把这个房子埋下去啊。当时为了高度不超过路十一教堂，再者当然可能因为整个不管是结构上面或构造上面哈，啊，其实都让体育馆的这个经费暴增。张浩康应该是1957年准备要去度假的时候，他把这个 final 图交出去啊，但是可能由于原来承诺能够把这个大礼堂兼篮球场哈，跟后面游泳池盖出来哈，结果最后其实1959年完工的时候，其实只完成了前面这栋，后面游泳池并没有能够如期新建，就让出钱的这个美国联合董事会很不高兴哈。我们后来看到一些书信在提到这件事情哈，当然这里面多少也表达了一种张道康先生其实对事情的坚持啊，他觉得怎样把房子盖好啊是比较重要的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哈，他并不符合社会的一个现实哈。就即便是美国基督教联合董事会了哈，也是开明的业主哈。这个事情造成张道康先生跟联合董事会，或者甚而跟东海大学校董会之间的冲突哈，也导致于1959年的六月哈，就联董会就不再支薪给张道康先生哈，他其实就被迫要离开东海大学啊，虽然在过程当中他还是有帮忙啊，然后联董会也吃了半薪啊，就有持续有几个月还是有帮忙啊。但因为对张浩康先生来讲，最遗憾的是你离开东海大学，就等于你跟路十一教堂会脱离关系了哈。本来其实悲悯是希望路十一教堂有一些关于施工图或一些更进一步的构造结构能够由张浩康来处理，但也由于这件事情的发生，导致张浩康路十一教堂也没办法再扮演什么角色。但比较有趣的就是说，他离开东海之后，他很快的就接到有朝建筑师事务所的邀请啊，去设计台大农业陈列馆，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洞洞馆哈。1959年的可能下半段啊，其实他就已经接到这个委托案了哈。那这个委托案，我们在部分的资料里面看到过程拖了很久哈，因为这个房子到1963年才完工。从1959年到1963年完工，其实过程当中拖了3-4年哈，主要就是因为张浩康先生的那个提案哈，他的预算其实有点偏高，好像当时校长迟迟不批准哈，但最后批准啊，也能够如期盖出来哈。待会我们回头看这个东海港，我会提到一些细节啊。在这段时间，就是从1959年到1963年，这个东海港完工哈，他并不是都待在台湾。这段时间，他其实偶尔会回到香港去，然后也帮 Eric Cumming 做一些案子，然后偶尔也会回到纽约。这一段时间有一点飘忽不定哈，在一个游离的一个状态里面哈。这个状态对张浩康来讲，不太说得上是好是坏哈，因为他当时也没有建筑师牌照啊，所以他其实都是需要别人来签证哈。这些作品完成以后，当然我们知道他在里面是主要参与的设计，但事实上这个签证建筑师又都是别人，比如说这个多福大厦或者是太平洋大楼，这个是我们讲这个东海港其实一个蛮重要的背景。台大农业陈列馆相对于张道康先生在东海的作品啊，有很大的转变，或许跟早年东海被认为太像日本建筑啊，这个对八年抗战刚打完的华人来讲啊，的确在颜面上面挂不住，重要的一个原因哈。贝聿铭、陈毅官他们其实都试图有表达过想一点新的办法，就在形式创新上面他有一些新的做法，所以你可以看到陈毅官先生在1959年以后做了校长公馆之后，不管是招待所、女白宫、艺术中心，都有一些新的想法。那张浩康当然也不例外，他在做东海馆的时候，他已经把原来东海大学所有的斜屋顶都拿掉了，也没有再铺灰瓦，然后改成平屋顶。台大东海馆的最初方案是2层楼的，一楼是有点内凹，二楼是陶馆。这个做法在1958年张兆康东海大学学院活动期最早的伞状结构计划案及1959年陈吉官校长公馆都可以找到相同的根源。为什么谈这件事呢？
这三个作品今天看起来有种血脉相连的关联性。我们看到1959年校长公馆仍然使用斜屋顶，但张道康1958年的国民中心计划案却已经很前卫的使用伞状结构。虽然屋身、镂空陶管仍然是这三个作品的共同特征，张道康先生是想用一个更抽象的方式来跟中国传统对话，就用一个隐喻的方式来处理啊。比如说同样用陶管，在台大这地方改成黄色跟绿色，就黄色是大的，绿色是小的，黄色跟绿色时候有个隐喻，因为它是农业陈列馆，跟农业有关，所以它用稻子跟稻穗，就意思是说种稻子的大地是绿色的，但是稻穗是金黄色的，选了这两个颜色变成是陶管的林釉的颜色。所以某个层面来讲，台大东馆的二三楼远远看的话有点像琉璃瓦，就意思是说假设我们把东龙馆分成三段的话，有一个台基，然后整个屋身，二三楼你可以把它看成屋顶，就意思说这个屋顶从斜的被拉成直的，它用的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方式来跟古老中国传统的建筑语言对话。东馆的二三楼是悬挑出来的，它并不需要真的摆柱子，叫柱位不需要摆柱子，它就改成一个红色的亚克力。台大东馆试图跟传统用比较抽象的对话，跟嘉兴大楼是比较接近的，它跟早年东海是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张道康在离开东海之后，他就已经在想新的办法，就是我们今天的东龙馆可以看到的呈现。从平面的布局来讲，其实非常的 miss， 就是说整个平面非常的简洁，进到空间里面去，尤其我们从一楼踏进去的时候，你只会看到两座楼梯。如果你从蒲葵道这边进去的话，你看到左边一座矩形的独立的楼梯，而右边有一座平面是团扇形的，但它接近是一个螺旋形的楼梯。然后螺旋形楼梯的屋顶，它又有屋顶的采光可以进来，所以那个律动感显得更加明显。在过去旧的面貌里面，如果当我们踏进台大东龙馆的一楼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空间非常的洁净，左右两边好像有两个很律动感的这个楼梯在空间里面跳舞。这两个楼梯可能我觉得也是台湾站后在细部设计上面处理最好的两座楼梯。看到施工图，它屋顶上面也有双层楼板，由于是美元的建筑，用比较多的预算来盖这样一栋房子的时候，这栋房子几乎就是百年大计，就是说张道康为台大做了一栋在历史上面可以留下来的，台大东龙馆绝对可以指定为国定古迹，它绝对不是今天市定历史建筑这样一个等级。